小网红到大明星的八位艺人，赵露思、白鹿曾扛剧流量小花，徐凯曾是淘宝模特，如今资源逆天发展。有的演技尴尬，有的演技一流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的网红早已千千万，但是有些网红特别聪明，并不会只局限于网红的身份，反而想尽一切办法进入演艺圈，以求获得更好的发展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娱乐圈里从网红转型为演员的明星。 获得贵人的鼎力相助，事业发展的很顺。网红转型成功的陆剧演员一白露，白露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。她的成功不仅在于演艺事业的蒸蒸日上，更在于她那与生俱来的独特魅力。白露以平面模特的身份踏入娱乐圈，渐渐的在圈内崭露头角。她的美貌和气质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。二零一五年，白露参与了猫的树工作室出品的微电影拍摄。 他的演技在多部微电影中得到了磨砺，尤其是古装剧《凤求凰》的出演，使他的知名度逐渐提升。在剧中，他饰演的角色古灵精怪、机智聪慧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之后，白鹿的演艺事业一路飙升，《招摇》、《烈火军校》、《半是蜜糖半是伤》等剧的热播，使他在电视剧领域崭露头角。尤其是在《招摇》中饰演的女一号，他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喝彩。 后来的《长月烬明》、《以爱为营》、《女爱如梦》等作品也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，尤其是在《长月烬明》中饰演的女一号，她的表现更是让人惊叹。该剧不仅成为了年度爆剧，还获得了收视口碑双收的好成绩，这也让白鹿稳坐新生代扛剧一姐的位置。网红转型成功的陆剧演员二赵露思，赵露思的走红仿佛一场势如破竹的春潮，席卷了整个娱乐圈，她的清纯形象。 如同初春的樱花，娇嫩而迷人。那是一张中学时期的照片，如同溪流中的一滴水珠，映照出她的青涩与美丽。自2016年参加超级女生海选开始，她便如同一颗璀璨的星星，开始在网红界崭露头角，渐渐积累了不小的人气。2017年，她以出演陆剧《凤求凰》正式踏入演艺圈，如同盛夏的凤凰，舞动着鲜艳的羽翅，在演艺界飞翔，在剧中。 他将角色的独特魅力与自身的清纯形象完美结合，让观众眼前一亮。他的表演才华如同秋日的丰收，丰富而深沉。此后，他凭借着架空剧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在演艺圈大放异彩。他饰演的角色陈芊芊，如同盛开在冬日的一朵梅花，虽历经风霜，却依然美丽动人。他在剧中的精彩表现，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喜爱和高度评价。 她的演技如同春日的樱花，既美丽又坚韧。近年来，赵露思的作品一部接一部的爆红，从《长歌行》的乐嫣公主，到《且是天下》的白风夕，再到《星汉灿烂》的程少商，每个角色都如同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梦，让人无法忘怀。她的作品不仅在收视率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更在口碑上赢得了观众的赞誉。她的演员身份获得了业界的认可，更成为了九十五后小花中的流量女王。 网红转型成功的陆剧演员三徐凯，徐凯一九九五年出生于广东，先是签约成为欢娱影视旗下艺人，后面因出演电视剧《朝歌》正式进入影视圈。徐凯刚开始的身份是一名模特网红，比如担任过淘宝网店的模特，算是有点名气。后来被某个经纪公司看中，成功签约成为了旗下艺人，先后在电视剧《朝歌》和《延禧攻略》出演配角，开始了走红的道路。 就这样，徐凯在公司的安排下出演了许多的网剧，但真正让人记住的角色却没有多少。说实话，虽然徐凯出演了很多的影视剧，但由于自身演技的问题，名气并没有多高，很多观众也不太认识他。网红转型成功的陆剧演员四胡一天，胡一天，一九九三年出生于浙江杭州，因出演由郭敬明监制的青春偶像剧《夏至未至》，正式在娱乐圈出道。 胡一天刚开始的身份是一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成为了一名模特，最后更是转型成为了演员。后来一部网剧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，让身为男主的胡一天瞬间走红，获得了无数的影视资源。走红后的胡一天依旧接拍了很多的影视剧，但演技上似乎有点单一，出演什么有深度的角色。说实话，如果选对角色的话，胡一天还是很有演技的。 目前比较适合偶像校园剧的男主或者配角形象，网红转型成功的陆剧演员五张雨绮。张雨绮一九九一年出生于吉林敦化，因在瑞丽封面女孩大赛上获得总决赛冠军，正式在娱乐圈出道。张雨绮刚开始的身份是一名网红模特，所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也是挺吸引人的。著名的王校长就是其中一员。后来的张雨绮在贵人的帮助下转战影视圈。 先后出演了许多的影视剧，但没什么让观众记住的角色。当然，真正让他备受关注，还是因为他身上王思聪前女友的身份。目前依旧活跃在影视圈当中。在《如懿传》中，他饰演的江南歌舞伎水玲珑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。二零二零年，他与丁禹兮合作的《运色过浓》，以及参演的古装爆剧《琉璃》中的楚玲珑，都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关注。 此后，他更与成毅合作了《与军歌》和《南风知我意》两部剧，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他的演技和颜值并存，成为了影视圈中的一颗新星。至于演技方面，张予曦实在不怎么样，很多时候会让观众显得尴尬。网红转型成功的陆剧演员六宋威龙，宋威龙，一九九九年出生于辽宁大连，先是签约成为欢娱影视旗下的艺人。 后面又参加湖南卫视创意实景游戏秀节目《全员加速中》，因为颜值的缘故，宋威龙从初中开始就上传自己的影片，逐渐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红。后来，宋威龙被公司和摄影师看中，先是成为了一名平面模特，后面又签约经纪公司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因为形象长得比较好，宋威龙深受公司的器重，先是出演了一些网剧，后面主演了《下一站是幸福》。 和《家人之名》这两部剧，并且获得了许多花痴妹的喜爱。其实对于宋威龙来说，颜值长得是相当不错，但演技方面却有点一言难尽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人设的问题，宋威龙在演戏的过程中总是一脸木头样子，没有什么情绪变化。网红转型成功的陆剧演员妻张若楠，在荧幕之外，这位九零后小花张若楠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她曾经是一名服装模特儿。 因为出众的长相和热爱拍照而被大众所熟知，直到被电影《悲伤逆流成河》的制片人相中，出演了片中的女二顾森湘，才打开了她的演艺之路。片中张若楠的演技表现令人出乎意料，赢得了许多好评。随后，她出演了杨紫的现代剧《女心理师》，并与陈伟霆合作了现偶剧《照亮你》。这些作品让她广为人知。随后，她和罗云熙主演的治愈系恋人。 也获得了不错的收视和口碑表现，网红转型成功的陆剧演员吧，刘宇宁。提起刘宇宁，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。如今各大影视剧中都有他的一首歌。刘宇宁原本是一名网络歌手，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翻唱经典歌曲，直到参加《歌手》2019，他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。从2019年开始，刘宇宁就像一匹黑马一样，他的歌曲数量超过一百五十首。 其中包括许多热门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，如《山河令》《琉璃》《莲花楼》苍《苍兰诀》，以及最近热播的电视剧《一念关山》。因此，网友们称他为“爱情保全”。近年来，刘宇宁逐渐从歌手转型成为演员，并在电视剧《长歌行》中扮演男二好都，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他在剧中的精湛表现，让他获得了许多人的赞赏。之后，他首次在古装剧中担任男主角。 与刘诗诗合作拍摄武侠剧《一念关山》，她在剧中的精湛演技再次获得了不少人的赞赏。纵观上面已经转型为演员的网红，在演技方面上可以说是参差不齐，有人还具有一定的演技，有人则是一点演技都没有。说实话，如果他们真的想在娱乐圈持续发展的话，那还是要好好研究演技，实力派才更能获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可。